安尼现场，我感觉医生嘛，咱台湾起来医院，咱就学医院，有真侪贵宾，有真侪请叫咱甲总统、前总统、阿扁总统，咱在乡亲时阵，大家哪会知好？谢谢，真欢喜，大家拢知影，大家拢知影，讲咱阿扁总统已经关伊偌久啊，你敢知？七个月啊，真是爱受咱之款。对不对？我相信讲，咱的司法单位已经侦办两百外工啊，该查的嘛应该查，该若是查无的无罪，尽是爱甲咱放出来。咱大家有认同无？咱爱共同作为发声，咱爱互咱这个政府知影，咱台湾人，咱台湾人爱安全，咱老百姓需要温暖。不是用这个政治来解决办案，我相信讲咱阿扁总统是无错。咱今仔日大家跳跳阿扁总统、前总统来伫这个所在，政府代替阿扁总统代替伊的妈妈，甲你讲一句道歉，咱拢知影，谢谢。咱拢知影阿扁总统的妈妈目睭几乎逐天拢会甲伊擦，已经有一蕊完全都看到。剩一蕊，伊有一点点啊，拢模糊。伊若行出来，拢需要看的。伊迄天转来咱平安宫拜拜的时阵，希望咱的妈祖娘娘来保庇。伊刚搁感冒着，所以伊嘛真正无法度出来。所以就准备伫遮，拜托咱在座所有听到阿扁啊总统的咱遮的乡亲，大家共同发声，互台湾的政府、互妈总统知影，好不好？那一定要牵出咱的温暖的心，啊来甲伊听着，来甲伊支持。我相信讲明仔载，司法一定要公平来处理，明仔载一定要甲伊放倒来，好不好？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我虽然是一个无党无派，不过我永远站伫咱这个阿扁总统的心，咱都含你，我拢含你同款。就拄啊是较慢讲话，啊今仔日拄啊头一个讲话，我也毋知要甲大家讲啥，只有是甲大家拜托，甲大家恳求，咱大家记住，明仔载若是无出来，咱要安怎做？咱来台湾好不好？咱大家台湾人拢都站出来好不好？较早2020年，伫选举的当中，拢话讲台湾人甲外省也袂使分，咱阿扁总统做两任总统，伊从来毋捌分。伊将来拢请召伊2300万人，结果是卖嘞。我相信大家拢知影，伊卖是咧怪咱水平，伊卖是咧怪咱台湾人的心，对不对？咱台湾人就是台湾人，伊干要甲咱分，咱来甲伊分对无？咱即阵袂使分党派，咱即阵爱争取咱的人权，咱知影讲司法是公平，对大家拢是共款的。我相信讲咱的检讨单位该查拢查了啊。请咱一个公道，请咱阿扁总统一个清正，请阿再解放进来，好不好？感谢你，多谢你，咱大家上庄，做伙搁再站出来，就主要因为今日站做伙，就主要是无当无排斥我的组长，是咱阿扁总统甲阿扁妈永远的师兄诶。最后，祝恁大家身体健康，祝咱大家搁再站出来，祝大家平安，谢谢。感谢，阿咱的贵秘书、贵议员。我相信